想起二十年前，细汉一日的肉瘤，彼当时姜五秀向我提过，细汉肉瘤非要即款，要用保全讲的经验，所以将肉瘤送出姜外，讲会转姜中，向伊讲了即层的代志，父母百官一日提水，细汉肉瘤才是贵主转世。代志嘛写了公文，希望恁顶早找到肉瘤。二十年多，一点仔孝心拢无。如今国外已经隔壁，江西又风急大涨，我今日出外顺手下雨，眼看天色已经无早，散聚们，你们转风行。什么营养？什么？天色匆匆要做什么？我当然爱熬饼。